近日在进行世界巡演，成员的售楼舞台也令人疯狂，而桑拿性感的突破更是引发热议。但最近 ONCE 们发现桑拿看起来瘦了很多，甚至在芝加哥演唱会结尾灯暗下的时候疑似体力不支摔倒，让 ONCE 都十分担心桑拿的身体健康。他和巡演前比起来，四肢都变得非常纤细，以往桑拿以曲线美著称的好身材，甚至有漂亮的肌肉，让粉丝们都羡慕不已。但在最近的巡演翻拍中，桑拿穿着贴身的舞台服装，热裤搭配背心，全身没有一丝赘肉，瘦到连肩膀的骨头看起来都很突出，让粉丝担心桑拿的健康状态。似乎是因为繁忙的巡演日程导致桑拿在短时间内暴瘦，让 ONCE 呼吁公司要重视桑拿的健康状态。